从小看着阿婆的背影，我就感到安稳自在。她用面瘫守护着我，守护着家里的每一个人。面面好了哦。啊，怎么怎么？看到客人的满意表情，阿婆就觉得她的用心很值得。料好实在，服务热忱，这是她的面瘫哲学。我想，我也会把它应用在为民服务的工作上，认真、坚持，做好每一件事情，让大家感受到用心、有温度的服务。我是新竹县第二选区立法委员候选人郑朝芳，邀请您一起与我坚定新方向。